婆婆是一个她没有办法去挑战她规矩的，因为我婆婆是一个她的水果拿出来一定要切丁去籽，所有的水果都是，包括像芒果啊、西瓜啊、葡萄啊、柳丁啊、荔枝啊、龙眼啊，你们想到的水果，葡萄也去籽，对。龙眼，然后连葡萄，他都会拿牙签把籽挑掉的那种。这么费工啊！龙眼去籽怎么去？就是他会拿那个汤匙，或者是他先把那个皮，那他的那个肉剥开，然后把他的那个籽挖出来。对，太好干了。然后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就想说，啊，那个西瓜应该不用到每次都去籽吧，所以我就西瓜我没有去籽，我就端出来了。对，就端出来之后呢，我婆婆就看到怎么没有去籽，但她没有讲。他就去拿了一个盘子，把我公公的要吃的就挑起来，挑起来之后他就自己把籽挑掉。他说：“你们的老公不顾我的老公，我自己会顾。”所以他会自己，对，他就把他的籽都挑掉。我想说，哇。小韩还没有跟老公结婚之前，就开始在他家帮忙扫地了，打扫了。对，因为他们家比较特别，就是我老公他们家是三兄弟，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嫁到他们家的时候，他父母觉得说，哎，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要嫁进来了，那你们开始分配工作，就是未来的工作就打扫工作啊，什么什么，就是说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做。所以在还没嫁进去他家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要学会打扫。然后洗全家的衣服，然后跟煮饭，就是我们要轮着洗轮着做这样子。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比较辛苦的是，因为他们家是四层楼，然后他们的楼梯是要用手就是提着水桶这样子慢慢拖下来。那那时候就觉得很辛苦，就觉得说天哪，我要这样子拖好吧。那那时候因为还有在上大夜班，就有一天我大夜班下班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拖地，就已经觉得自己很狼狈，因为头发夹起来在那边拖地，拖一拖，拖一拖之后，就看到我小叔，那时候其实我还没嫁进，我小叔他就跟他老婆就下楼，然后准备要去拍婚纱，然后刚好我公公出来看到，就看到他们说，哎，你们要去哪里？他说，哦，我们要去拍婚纱，但是我是在旁边拖地，但我公公看他眼里是没有我在那里拖地的，然后就看着他们说，哦，那你们等一下拍婚纱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哦，不要太累太辛苦哦。那时候我想说，天啊，我在那里拖地，怎么没有人说叫我不要太辛苦？而且拖过的地方，你公公还踩过去。我整个自己傻眼，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忍着，水桶拿着，抹布拿着，我就冲回房间，因为其实那时候眼泪已经含着，我就冲回房间，然后打电话给我老公说：“我说你知道刚刚怎么了吗？”他说：“怎样？”他说：“我就跟他讲事情。”他说：“啊，怎么了吗？啊，有那么严重吗？啊，你哭什么？”即便这样子，你还是嫁给他了嘛？对。然后结婚之后发现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更多。对，因为结婚之后发现其实煮饭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家人口真的太多了。因为我有两个小叔，再加上他两个老婆，再加上我两个公婆，所以其实大人就八个。哇。八个，然后再加上就是小孩，然后小孩我自己是四个，然后他们就是各两个。那那时候我还没生，我光想到头就昏了耶，哈，好多人哦，煮大桌哎。对，所以我每天，但还好我只有煮晚餐啊，那我就是煮晚餐，然后就觉得啊，好吧，那我就你一个人负责吗？对，我一个人负责每天晚餐啊。对，每天晚餐，那不叫纸，他说只有晚餐哦。对啊，对，只有你们家每天都在板豆啊。对，然后到了，但是我觉得晚餐好，这就算，因为我就觉得说可能小时候在家，我妈妈就觉得说，哎，你结了婚嫁人就是要这样子，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煮晚餐。就没有想到我婆婆是一个她没有办法去挑战她规矩的，因为我婆婆是一个她的水果拿出来一定要切丁去籽，所有的水果都是，包括像芒果啊、西瓜啊、葡萄啊、柳丁啊、荔枝啊、龙眼啊，你们想到的水果，葡萄也去籽，对。龙眼，然后连葡萄，他都会拿牙签把籽挑掉的那种。这么费工啊！龙眼去籽怎么去？就是他会拿那个汤匙，或者是他先把那个皮，那他的那个肉剥开，然后把他的那个籽挖出来。太好干了。然后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就想说，啊，那个西瓜应该不用到每次都去籽吧，所以我就西瓜我没有去籽，我就端出来了。对。就端出来之后呢，我婆婆就看到怎么没有去籽，但她没有讲。他就去拿了一个盘子，把我公公的要吃的就挑起来，挑起来之后他就自己把籽挑掉。他说：“你们的老公不顾我的老公，我自己会顾。”所以他会自己，压力好大。对，他就把他的籽都挑掉。我想说，哇，那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过年就是他们家过年亲戚来，就是大概二十几个人，又是你。
对，我要，因为婆婆要招呼亲戚，她也没有办法帮我。那因为小叔他们的老婆也不在，可能工作啊，然后就又搬出去，反正也不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要就是忙前忙后。其实从中午开始忙，已经好不容易煮完弄好之后，到八九点，其实真的都很忙。弄好我要吃饭的时候，发现其实也没有饭菜了。啊，吃光，因为大家都吃光。你有留给你吗？你老公没留给你？没有，他就觉得，他就想说还有菜啊，有这么夸张吗？我那时候我有跟我老公说，你们怎么都没有人留菜给我？他说还有菜啊，他可能的他眼里的还有菜就是还有那些剩菜，他没有想到一两样或三四样，对对对，他觉得这些你够吃啊，不是吗？等一下，这样你没有跟他稍微抗议吗？哦，你没东西吃。我老公就是有这么严重吗？还好吧。那是他，那你呢？我当下我有哭，那我真的是忍了，其实忍了很久。但我就前几次刚开始我都会哭啊，刚开始我都会默默的掉眼泪，就觉得说，这为什么？可是这不是，这好像不是应该的。他说啊，不是啊，你没吃饱，你看你等一下要吃什么，你再跟我讲，我再带你去买就好。有这么严重吗？他就会这样子。哦，对。那我严不严重？你还没离婚吗？我是发自内心的，你离婚了吗？还没。我觉得你老公好像娶一个佣人啊，你们的家族好像娶一个佣人来的感觉。算了算了，还没讲完呢，她还要让她老公上酒店。对，因为我们家是做传，就我公公他们家是做那个传统产业的，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要带客户应酬，然后因为我老公是长子。所以两个小时的老婆就听到说要应酬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行啊，我老公不能去，两个都说不能。那我身为长媳，我就说哈，哦好吧，所以我就说，他们就觉得说，你如果再不让我去，那这家公司谁要顾？那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家的家计都在这家公司、这家工厂，那怎么办？那我就说，虽然我听起来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的老公就可以不去，我的老公就一定要去？但是我好像也不能拒绝。然后我就说，哦好吧，那你就去。可是惨的是，就是他们去完酒店之后，我还要在家里 stand by， 我要等他，等他喝完酒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喝完了，你现在过来载我。你要当代驾？对。然后我又再开一段路，然后去到酒店。我除了载他以外，我还要，是晚餐不是要做了吗？对不对？对，做晚餐要等他半夜去接他们。对，然后接完他们还要再把客户一个一个送回家。然后我送回家之后，我再回家，我们再回家，回家之后可能已经两三点了，他倒头就睡，但我早上还要起来用小孩，我可能还要去买菜，对，就会觉得说，这样一直到最后，甚至还有那个酒店小姐打电话来，然后我就说你放扩音，他说好、啊，就放扩音，他就说，哎，王先生你很久没有来了，我说哇，酒店扣客，他说这又没什么。还有我老公就说这又没什么啊，就很久没有去而已啊。对啊，我就很久没去啊。我说不是啊，这不合理吧？怎么会你去到他已经打电话，你留电话给人家，到人家打电话问说，哎，王董好久没有来那种的，我就觉得很不合理。但我老公觉得说没有那么严重，你想太多了。他就是都一直这样子。你怎么常常很容易被他洗脑？哎，对，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你呢？你的感受呢？后来我大概忍了十年吧，才觉得这一切是不合理的。对。那十六字真言你做得太好了。什么情况让你终于觉得你忍无可忍？我是到了，就是因为我结婚大概十年的时候，我就生了第二胎，然后我第二胎是三胞胎。然后因为我生了三胞胎之后，因为那在怀三胞胎的过程其实很辛苦，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是三胞胎，所以很多医生都说叫我减胎。那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住台中，我就从台中一路找医生找来台北。那其实没有医生愿意让我留下三胞胎，就说哎要减胎啊。那我老公就骂我说，你疯了吗？你为什么不减胎？我说我为什么要减胎？这都是我的小孩，为什么我要减胎？他就说你有想过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吗？我说就这样过啊，怎么过？他说你知道四个小孩负担非常的大。我说可是都是我的小孩，我没有办法做出减胎这个决定。然后后来就是就在台中也找到一个就是愿意让帮我接生三胞胎的一个医生，然后想说好，所以我就生了三胞胎。后来去做了，去住了月子中心。那到月子中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去遇到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那个月子中心的妇产科医师。他那时候来看我，他得知我就是生三胞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
我跟你说，你出了这个月子中心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揽在身上自己做。如果有人帮你做，你就放手，你千万不要客气，就是你放手让人家做，只要有人开口，你就不要说不，你就是好，那你做这样子。我那时候其实还不太懂为什么，然后后来他来巡访几次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就是产妇，他是生双胞胎，但因为他责任心太重了，所以他所有事情都自己做，自己做，做到最后，他再次得到他消息的时候，他已经是跳楼自杀。哎呦，对，受不了了。对，所以他就是看到我这样，他很担心我，他就觉得说你一定要放手。对，我就放手了，然后我就真的是那时候就是跟我老公吵架，因为我每次跟他吵架，他都是无所谓，他就会觉得说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你想太多了。然后他就是倒头就睡，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好，你觉得没那么严重，那我就。小孩带着，然后我就回家，终于硬起来了。对，我就回娘家。那我这一回去，我就是一年了，我就回去，我就跟他分居一年都没有回家。然后那时候我公婆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两个到底要在一起，还是要分开，也是要有一个结果结束。然后他们，我公婆就来我家，就觉得就其实一来觉得说我可能我无理取闹，因为你这样子离开家里那么久，你什么都不讲，然后就来我们家，就问我说到底为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老公他都上酒店，然后都到隔天早上才回来，然后一回来什么事情也都不做，因为他们家的男生就是只要负责可以呼吸就好了，其他家事就是都是女生在做，所以我就觉得他做这些事情你们都不知道，然后已经讲到我妈妈在旁边哭，然后妈妈都心疼女儿，对，妈妈听到在旁边哭，然后可能一开始我讲，我公婆可能还觉得说有这么夸张吗？然后看到我妈在旁边哭的时候，这好像是真的，因为我妈已经哭了。我妈说你都不知道我女儿怎么样怎么样，我妈就已经哭惨了。后来我公婆就觉得说好，那他们说那我们回去就是跟他儿子讲一讲，我说好好就回去。回去之后隔天我老公就来了，他就应该是前一天晚上被他妈跟他爸爸骂得很惨，他隔天来就真的是态度180度大转变，他看到我就说。没关系啊，如果你不想回去的话，不然我搬来这里跟你一起住，然后看你想怎么样。如果你想要就是这样子生活，没关系啊，那你开心就好。这样就他态度就完全是180度大转变，就是他也愿意说，他说要陪我住在娘家，然后陪我照顾我妈妈一阵子，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妈刚好生病，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他有转变就好了，对，所以我就继续容忍他。哦，所以又回到原来的生活。对，我就又继续回到原来的生活。他还是去酒店。酒店就比较少了，但是他就是变成说，他愿意把那些时间来陪小孩。OK， 又改变了。对对对对，那还是每天要煮晚餐吗？自从就是生了三胞胎，那个听到那个医生跟我讲完之后的那一刻起，我回到家之后，他们说那晚餐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不煮。我说你为什么不煮？说我不煮。为什么？我说，那你要帮我洗小孩吗？你要帮我带小孩吗？对，四个小孩够累的耶。对，我就说，而且我又全母奶，我就说你们要帮我洗。我说我要洗衣服、买菜、煮饭，然后忙了一轮下来，已经晚上那么晚了，我还要再帮三个小孩洗澡，我很累。我说你要帮我做吗？他里面就没有人说。我说好，那没有人要帮我做，那我也不想做。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女人真的不能太委屈自己。我去年就出国5-6次，就一言不合就刷机票，我就飞出去了。这应该有感觉了吧？对，他就说：“哎，我们家的人觉得你好像有一点太常出国。”我说：“那你就不要惹我不高兴，我就不会常出国。” OK， 所以你觉得你反正你硬起来之后，老公的态度反而变好了？对，他反而就是不敢再这么嚣张了。OK， 好，所以女生要有底线啊。阿姨，你怎么看她的转变？自立自强啊，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个人的界限要拉出来。其实你的没有界限，就是造成人家踩你。人家说柿子都是捡软的捏嘛，对不对？所以公婆啊、老公都一样。那你越是软，对方就踩得越深，软土生绝，就是像你这样。对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底线拉好。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只是不自觉的，对，其实他。发现你也有你的坚持的时候，他不见得会不体谅，只是他没有想到哦，原来真的是这么严重，就像你老公，对啊，所以这样做是对的，也会对你比较，对他也比较好。对我反而觉得这样子后，我过的日子也比较轻松，对啊，也比较开心。OK， 好。
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 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最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